乐学堂，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这里是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晶晶姐姐带来了一位新朋友，噔噔，又是我们的拉比兔。拉比兔呢，有一个小窝在这里。哇，好温馨的小窝啊！你们快看，拉比兔可是一只非常非常聪明的小白兔哦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本领吧。叮咚，拉比兔，快来喝水啦！好聪明，快来喝水。还想喝吗？哇，拉比兔真是太厉害了，晶晶姐姐必须要给他奖励一些小零食吃。拿出我们的零食盒。哦，好的零食，拉比兔你快来尝尝。哦，肯定很好吃吧，再来多吃一口。嗨，拉比兔，我在这里哦。你快看，这是你的小妹妹哦，你要记得照顾她，你可比她大多了呢。嗯，拉比兔，你要干什么？哇，原来拉比兔要把他的大胡萝卜分享给小小兔哦。那我们把胡萝卜给小小兔尝一尝。哇，你们看，拉比兔好开心呀，可能因为他有了一个新妹妹。呜，你看，小小兔吃胡萝卜也吃得好开心。小朋友们，一根胡萝卜，我们的拉比兔和小小兔就变成了姐姐和妹妹的关系，我们为他们鼓掌吧。好啦，玩乐学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还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呢，记得关注和订阅我们哟。